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写一个爱字啊，爱情的爱。大家从这个字我们看一下啊，首先这个第一笔是个横，这个横啊是个尖横，不能写得太长，这三个点的长度比这个横要长要宽啊，要宽，最宽的就是这个凸宝盖啊，然后这个地方横折的横沟啊，横沟跟这个点有一个小缝隙啊，然后中间这个心啊，这个心是省写啊，少了一个点啊，因为如果你要是加这个点的话没地方写了，它把它省去了，写这个撇啊，这个撇写的时候要直一点啊，要直一点，然后这个短撇和这个长撇啊基本上保持一个平行状态啊，然后这个捺笔是最低的啊，最低的基本上啊超出了这个横沟啊，超出了这个横沟，也是在这个字的最低点啊，这一个捺笔，最后一笔是这个字的主笔啊，这一笔写不好这个字就很难看，这个字写的怎么样感觉是四四方方，比较可爱的一个。下面我写一下啊，尖横要短一点，嗯，短一点。虚笔入，旁尖。这个撇笔要斜直，斜直啊。捺笔要低一点。这是爱字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。这中间这个点写的还是有点挤的，还是有点挤的啊。